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丽婷。那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就是我收到的一些手工的卡片，然后我觉得都非常的美丽，而且都有创意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就和大家一起分享，然后让大家一起看看。OK， 一开始呢，就要分享的呢，就是在这个很美丽的礼袋里面。就是这个，噔噔，然后非常有创意呢，就是它拉起来就是咚。这个呢是我在实习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个实习生送给我的，然后他送给全部同事，然后全部的同事都觉得哇，很美丽，很漂亮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实习生呢，他做的卡片也非常有创意，一开始是这样的，然后可以打开。噔噔，所以里面是一个 diamond 的 shape。 然后接下来呢，有另外一种的呢，就是拉的，就是这个拉了哦，它有图案，然后有颜色，所以就如果你要拍 boomerang 是非常的好看的。那我们可以看看，其实它是有两张，就是这一面是有 color 的，然后这一面是没有 color 的，然后你放进去的话，它就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个呢，它里面的爱心，呼，就侧面来看啊，就开起来的话，它是这样的，就是会有一个立体的爱心在这里。然后接下来的呢，就是这一张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就是。噔噔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齿轮，然后你旋转的时候，这个飞机呢就会跟着这样绕。我们你可以放很多的国家，有新加坡啊，有巴黎铁塔都有，所以就这样绕。除了飞机呢，大家也可以获取，都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图案。接下来呢，这个呢也是类似那一种，该拉开的，就是这个就是好像 Windows SB 这样，很有创意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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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然后还有这个呢它是这样，开起来，然后这里就有照片，这个拍 boomerang 也是蛮好看的。然后呢，还有的就是这个呢，其实是就是普通的一个卡片，然后呢，里面你可以放照片，然后就拉起来呢，就是有不一样的照片，所以都非常的好看。所以今天呢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，如果有什么疑问呢，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哦，拜拜。